今年的婚姻电影节活动为9月12号到9月18号连续三个礼拜假期举办，主办单位有挑选出真侪国内外好看、够鼓励人心的电影和放假，尤其是故事的背景，拢是以台湾作为主题。啊，这内容非常的精彩哈！除了有来自10个国家、24支的这个精彩的影片哈，啊，伫遮要来放映之外啦，吼，今年呢，咱特别的佮结合咱除了啊这个电影馆之外，其他的这个馆舍吼，大家共同拢来参与。特别前来参加这边记者会导演姚孟超表示，感谢主办单位举办这次活动，让台湾近年来真多用心的作品有机会让更加多民众观赏到。哎，借由这样子的一个活动，然后可以让更多小朋友们喜欢许多文化内容的一个创作，或是电影内容的一个制作，激发我们新一代的创意，让我们更具有这方面的一个国际竞争力。咱毋盲讲，透过这个电影节会当提升咱婚姻观的这个文化的水准，嘛会当启发我们的县民朋友，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啊，对于文化、对于艺术的这个潜力哈，能够被激发出来。为了要鼓励乡亲来参加这边的活动，唔那是看电影，佮结合在地店家推出了学习护照，和乡亲消费食美食，那优惠数量有限。如果你来到大地埔的这个文化园区，看电影也好啦，参观啊，这个其他的这个场馆也好哈，啊，你若登满五个印章的话，就可以参加我们的其他的活动，包括哈，诶，当然的假米食的哈，那各个购物的这个优待等等。今年婚姻电影节活动精彩更丰富，尤其是9月18号暗时，在台南火车站广场有一场音乐会，会当哪看电影，哪欣赏音乐，欢迎乡亲做伙来参加。云林电影节，小少看电影。记者黄宏坤采访报道。